我的注意力一直被舞台所吸引。制作非常流畅，几乎没有延迟，是一场完美的演出。我真的很惊讶于节目中的专业水平，整个舞台设计、节目拍摄都非常好。我对节目的后期制作很期待。我觉得中国的音乐越做越好。我虽然不能理解中文，但是当我听到音乐，也同样能感受到歌手们的心声，以及传达出来的情绪。中国音乐太棒了。中国是个很好的地方，人们非常热情好客。我也迫不及待想回到家乡，告诉我的朋友亲人，这一切是多么的好。节目制作太棒了，非常国际化。即使你们去做全球性的电视节目，那也会很受欢迎。